Number four, number three, number two, number one. Shall I take?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小仙。今天我们要教唱的歌曲是《父亲》，相信呢这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，但是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学唱一遍，让你的声音呢更加的好听，让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声音更洪亮，更有穿透力。前几天搞了一个活动，免费三天的学习指导群的一个活动，20、21、22号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。在这三天当中呢，我发现很多爱好音乐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热情，现在目前打算建立一个粉丝家人群，都是爱好音乐的。如果是你们想去链接更多爱好音乐的朋友的话，欢迎你们来加我的微，可以私信我，或者是我私信你们，把我的微发给你们。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到我们的粉丝家人群。按理来说，我们每次唱歌之前都是需要去开嗓的，开练声。我们这个拍视频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呢，大家跟着我一起来。我先整体来唱一遍这首歌。那是我小时候，那是我小时候，藏着父亲的箭头。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。忘不了初夏单帆将我养大，忘不了一身成团伴古老酒。等我长大后，山里孩子往外走，小儿是一封家书，千里写叮嘱，胖儿归一代门檐，满天数星斗。都说烟儿难防老，山高水远他乡流。都说养儿难防老，可你在哭着泪不张口。儿也只有情歌一句，可泪长。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。掌声。好，开始我们的一句一句交唱，一个字一个字摇。为什么会带着大家呢？一个字一个字摇，一句一句的交唱。这样呢，第一个呢，有一些朋友呢，因为我们唱歌呢是要求的字正腔圆，一个字一个字去摇呢，大家呢能够更加的感受到我们的一个唱歌的一个腔体，它的一个字正腔圆。这样呢，有助于大家的一个普通话练习，也有助于大家的一个口腔练习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啊，打开口腔。内口腔，如果新朋友不知道口腔怎么打开的，可以去翻一下我们前面的视频。还有呢，一个是我们闻花香，深呼吸，要把我们的气息吸到腹部这一块，腹部这一块呢保持一个相对抗，因为你的气息吸到这里，深呼吸的时候呢，你的腹部这一块呢是用力的，用腹部这一块呢去支撑我们的一个气息跟歌唱啊。在歌唱当中呢，我也会去要求一个腔体，还有一个闻花香的一个状态。好，我们正式开始教学。第一句，那是我小时候。好，朋友们，打开口腔，闻花香状态保持住。那是我小时候，整体连起来读一遍。那是我小时候，我们听一下音准。咪咪咪瑞咪哆。我唱谱的时候也是保持住我们的一个口腔打开，字正腔圆。好，我们唱一下闻花香，打开口腔。那是我小时候，后面常坐在父亲肩头，打开，常坐在父亲肩头。我们这种状态呢，气息是下沉了的，同时呢我们的口腔是打开来的啊。好，连起来读一遍，状态保持住。常坐在父亲肩头，听一下音准。常坐在父亲肩头，好，打开啊，保持住，走，闻花香。常坐在父亲肩头，
就是一个口腔的一个啊状态。我们把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这两句来唱一遍，所有的东西保持住口腔闻花香走。那是我小时候走常坐在父亲肩头，后面是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来，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连起来，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保持这种状态啊，听一下音准。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预备走，状态。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后面一句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，来，父亲是儿那拉车的牛，保持住啊，每说一个字我都是字正腔圆的，连起来，父亲是儿那拉车的牛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啊，听一下音准，音比较高，我们的腹部这一块要往外扩啊。父亲是那拉车的牛，来唱一遍，所有的朋友们，深呼吸，闻花香，打开口腔走。父亲是那拉车的牛，打开啊。我们把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，来整体强化记忆。被父亲是儿那走，状态。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。后面忘不了粗茶淡饭，忘不了粗茶淡饭，忘不了粗茶淡饭，状态保持住，听一下音准。忘不了粗茶淡饭，来呗，深呼吸，打开口腔，闻花香走。忘不了粗茶淡饭，将我养大，将我养大，保持住状态啊，将我养大。啦啦哆瑞咪，将我养大，来准备好闻花香，打开口腔走。将我养大，好，我们把那个忘不了粗茶淡饭，将我养大，来强化记忆。闻花香，打开口腔走。忘不了粗茶淡饭，将我养大，最后你们看我的状态是不是还在这里？好的，后面啊，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，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，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，这种状态啊，听一下音准。哆啦咪嗦嗦嗦哆，瑞瑞哆嗦嗦，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，来唱一下，一背走，保持状态，闻花香，打开口腔走。忘不了一声长叹，吸口气，半壶老酒。大家能 get 到我的点吗？就是我的所有的口腔状态，打开闻花香的状态，这种啊，大家呢一定要跟我一样啊。这样呢，你们用这种状态去唱这首歌的话，去 KTV 你们绝对是别人都给你们掌声啊。我们今天呢先学到这里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教学视频，我们明天教后半部分。你们如果给我点赞，给我关注，给我评论的话，我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视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